大家好，我是长虹患症小天使。这支影片主要介绍长虹患症系统第八区 EL 时速取得专区的一分享管理知识功能。过去，长虹为推广台湾的专案管理不遗余力，期望为社会培育有用的人才及提升国家竞争力。现在取得国际证照的你，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专案管理哦。建立团队工作的共同语言，立即将好康分享给朋友吧。邀请25位朋友点击网页内的图片，即可获得10小时的线上学习时数。别忘了，连结也可以修改为你的专属连结哦。立即分享管理知识给好友吧。